时候呢，一定大家就是说在体会，体会什么？这是我跟你说，捕捉相，这个捉相中的相，就是似有似无。你真就错了，你不去在这等着，又不对了。是谁？要气无气，找人中啊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我给他来做个实验干，单手啊，这个上指定下他中，上边就指这一块，鼻子嘴这块，下他中，他中呢手要直，你看啊，这个坐着说啊讲肘的力量，你看，如果说这样，你看，他的力量上面去了，心理理直，这是屈，力量这样啊，这你看我要推了，嗯，是撑起来，你撑起来，你撑，你看，指我，你看，他推不动，他绝对推不动。如果说再这样控制，我要退啊，你看，退我也是进。进的是进，全是进。他的单手是几种？你看，他在这点老指，老指着对方。如果控制住，你看，这就结束了啊。如果说在这方面里要讲打人，不能说这样，这就理出见了。这样进，脚手一块，是啊，他这个力量是脆的。啊，脚趾一块，就这么哆嗦就可以了啊，用不着使大劲儿。你不是双手，你看两个，老指中，你看老指中，他这个指中的时候，你看，对，你看，如果说在这个控制，你看这不懂控制，这个腕力，腕力是控制，你看。在这个手往下扎，这个脚长的借力，你看这个手，这个为什么站桩这要撑起来这低下来了？你没上钩下钩力量不行，你看这叫叫力啊，一叫就过来啊，着这一叫就过来，又来个对九着了，这个往下这个一叫就过来啊，这个力量啊，所以大家练呢，这就是很，你看这关系，因为这个力量要借过出来，啊，控制它，这一叫，你看，这就打上了啊。另外呢，它这有一个情况，哎呀，脚腿宽大，单出去这样，你自己始终绝对不行啊。这个坐着说，你看这个手，这个手呢就这个直，你看这个控制着，就在这上，就这一点儿，打呢再寸劲。比如说我带他，你看我这个手在这儿，他跟我来了，这儿接着不跟我来了，这一块还是打出去，打就是说在手接点儿，这大手一接这一嫩推劲儿，这个就让这二膀子劲儿啊，嗯，这样推啊，你要是整个这样错了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个坐着时候这个手撑着说，他这一扎，你看他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个就这个肘，也这样没力量，这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这样力量，他腿这样垫着就不行了。那个他是真厉害啊，他这个为什么要使这个肘啊？他一怎么哆嗦你？你看起来了，这个就在这点儿一点儿，你看根本不使劲啊，所以你要使劲就坏了啊，所以几级养生是没什么区别的啊。做的时候老指中，拉回是这顶上，你看，他不压着我这块儿，压着我，你看，就是为什么要练腕呢？就是就这段劲，你看，就这一段，他这开始，所以大家呀要坚持啊，坚持的话就是说，在做的时候揉的时候不要使劲儿，你看老指中，你看，老指中啊，这样，你看，你看。是吧？退也是进，进也是进啊！你比如说一使劲就坏了，你看这很松，
是吧？你要使劲认认，我就感觉这一怎么样？你看，这个一出溜这就够了。你没练这个，根本就没劲儿啊！大家，你得没事儿，一定要练这个东西。这个做的时候呢，很轻松的啊。在那儿啊，这个手啊，这样练这个劲儿啊，是柔和劲儿，好像一个这个大喷的喷气啊。有了，就可以啊转。随便活动，在那个试，你看，他搅和这个劲儿啊，他这个动作就是水，烫心的，只要你撒开，你看，这劲还在里头含着。如果说你这个里头没球上，这样他心里没拽上，你这么撕没有，这撕没有，他也一定要这扎一下。哎，这边。他这力量就都有，他这个腿上一夹，你看，这一夹呢，你看，他这个脖子就挺上了，你看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，你这手一摁呢，他这个东西就迈，你看，他就迈一步，他这一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分开，或者再这样过来什么的，再可以再这样做啊。所以这腿坏了，过去我年轻的时候走得非常好，现在不敢走，或者走躺着都烦了。